电梯间很活跃啊，因为呢他尿了，他刚刚尿在我们的那个榻榻米上面。哎，对镜头，对镜头，乖，这样才有钱领啊。咦，这叫麦克笔，白板笔哈，以后写黑板用的。嗯，跑掉了，居然不理我。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唱片行。好乖呀、哦。在我说不是我们可爱的元气，元气可以有大力看到他的小心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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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力看到好吧，带大家去看它吃骨头的痕迹。这边，你看这个地上有没有看到白白的？这就是它。不要，不要攻击，不行。你看它吃骨头的痕迹。来参观他家，这是他家。喜欢跟着我脚步而走的电影。哎，你咬我胯下干嘛？差一点点就被你搞得没子没孙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他一定会在不久之后靠回来，请期待。